Star Plus， 你好 ，Are you？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欣欣老师，欢迎收看新闻英文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Chapter 13第十三章 ，Reading about environment。Reading about environment。好，我们在这个章节当中呢，我们要读的这个新闻的报道，还有课文的内容，都是和环境有关的。好，在进入呢我们的课文内容之前，我们照例就先来看一下本课的学习目标。我们来看 Learning Objectives. 1. Learn to read a persuasive essay or persuasive news report. 2. Read the topic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好，我们这一课的学习目标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我们是要来阅读一下这个学者呢来阅读说服性的文章 persuasive 就是有说服力的说服性的文章，那么或者是呢有说服性的 news report 就是新闻报道新闻的报告。那第二个学习目标呢，我们要读的就是和这个环境议题相关的一些主题 environmental 就是环境的issue 就是议题。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课当中我们要读到的课文内容都是和环境保护或者是环境污染相关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在课程当中呢，我们会在连续的在这几个章节里面，然后呢来看到一些和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新闻报道，那么也有一些文章呢是要说服读者重视环境保护议题，然后呢提倡环境保护概念这样子的文章，所以我们才会说呢我们读到的文章是 persuasive， 就是呢希望能够说服读者来采取行动，然后对于这个环境的议题呢有更多的关心和关怀。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常看到呢和环境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或议题，那么其中和空气呢是相关的这个报道呢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些重点单字就是先来看一下和空气污染相关的一些常见的英文的词汇。好，那么在这个和英文相关的这个词汇当中呢，我们就来看一些这些重要的词汇在报纸上或者是在这个环保署的网站上呢我们都可以常常看得到的一些英文相关的这些用语，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好，第一个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污染源。好，污染源该怎么说呢？污染 pollution source 是来源源头的意思，那么污染源当一个新闻它要告诉你好现在发生污染了，那这个污染的源头在哪里，它就会用这个词汇出现Pollution source， 好，污染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词汇呢，是空气污染物 ，air pollutant。那么这个 air 指的就是空气 ，pollutant 呢，当然它就是指的物质。那么什么样的物质呢？这个污染物质、污染值，那么我们就会用 air pollutant。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词汇。空气污染物 ，gaseous pollutant。好，那这个第一个字呢 ，gas， 我们看到 gas 呢是这个瓦斯的字源，好字头。那么 gaseous pollutant， 那么这是指的是空气当中的污染物。那么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的这种化学气体，都会被认为呢是这个空气污染物。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一氧化碳。好，我们说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或者是空气中弥漫着一氧化碳都是相当危险或是有害人体的一种空气物质。那一氧化碳英文怎么说呢？我们会说是 carbon monoxide。 好，这是一氧化碳的说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恶臭。好，这个空气当中或者是你的居家社区附近如果有闻到恶臭的话，那当然是很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Mal odor 就是我们讲恶臭的方式。那么这个 mal 这个字头呢指的就是不好的恶质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 odor 呢它有气味的意思。好，那么不好的气味当然指的就是恶臭了， mal odor。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汇呢，是黑烟啊，这个字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smoke，smoke， 黑烟。好，那么这个黑烟呢，一般来讲，比如说从这个烟囱排放出来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黑色的，像这样子的含有很多微粒在空气中的这样子的一种烟雾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 smoke。好，我们再往下看。恶臭的物质 odor substance 好 odor 这边指的呢是气味，那么 substance 呢就是物质，好，那么会造成恶臭的某一些物质，那么它要去形容它或者描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子的英文词汇 odor substance。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是酸性沉降 acid depositionacid deposition， acid 就是酸，那么尤其是化学物质的酸，那么 deposition 呢是沉降的意思。好，那么这里指的是空气中任何酸性物质的一种沉淀，一种沉降，那可能呢是固态状的或者是液态状的 acid deposition， 比如说像酸雨，那它就是一种 acid deposition。 好，我们再来看酸雾，那这个雾呢大家比较清楚了，那么但是呢它当中呢这个雾当中呢含有这种化学性的这种酸的这种物质的话呢，我们就称为 acid mist。 好，再来我们来看通风的指数 ventilation index。 好，这个 index 呢是指数的意思，通不通风，一个空间当中如果很通风的话，那空气是可以流通的，当然这里的空气品质就会比较好。 Ventilation index， 好，那么这个通风如果地方呢不通风，空气没有对流，那当然它的这个空气品质相对就会比较差，所以这个 Ventilation index 呢对我们判断空气品质好不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词汇也常会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那我们该怎么说呢？ Air pollution episode， 那么空气污染就是 air pollution。 那么这个 episode 呢，它有比如说你看影集，一集两集，第一集第二集，这个集啊就是 episode， 好，一则故事有时候我们也会说是 episode。 好，这里呢当你说发生了一起这个严重的或者是不寻常的空气污染事件，我们就会说 air pollution episode。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这个潜势 air pollution potential 呢是潜力。好，那么这边意思指的就是可能会发生空气污染的这样子的一个几率，可能呢会这个发生空气污染的机会 air pollution potential。 好，那么当这个 air pollution potential 增高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air pollution episode 啊，就是空气污染的事件。好，那么再来呢排最近的呢大家蛮熟悉的就是这个空气污染的防治费。好，那叫对于造成空气污染的这个厂商那你要收费的时候呢，或者是要这个把这个费用拿来作用为空气污染的防治，这个费用呢我们就叫做 air pollution control fee， fee 这边指的就是费用的意思。好的，以上呢我们介绍了几个还蛮常见到的蛮常听到的一些和空气污染相关的一些词汇，希望对大家呢会产生一些帮助。好，现在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本课的课文内容。好，今天为大家介绍这篇文章呢，它的标题是 The Currents and Effect of a Dust Storm。 Dust Storm 这边指的就是沙尘暴，好，沙尘暴的发生以及它的效应。那么沙尘暴呢对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的影响，还有我们对我们的人体健康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课文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沙尘暴。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句话。Aside from being affected by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factories, industrial areas,
and moving pollution sources, scooters and automobiles. 好，那么这是一长句的前面第一句。那么这个第一个前句是说啊，除了什么之外 ，aside from， 好，除了呢我们的空气品质呢，除了受到固定污染源的影响，比如说 factory 工厂，还有这个工业区 industrial area 固定污染源的影响，还有呢这个活动污染源 moving the pollution sources， 比如说什么是这个活动污染源呢？比如说像机车啊 ，scooters， 就是比较小型的机车，我们都叫做 scooters。还有呢，这个 automobiles， 就是像小轿车。好，那么这个小轿车啦，还有像这机车，都会造成空气的污染。好，除了像这样的固定污染源，那么还有呢，这个活动污染源之外，我们的空气品质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这个长句里面的第二句话。The air quality in Taiwan is also severely affected by factories from foreign areas, mainly from China. 好，那么这个台湾的空气品质 ，air quality， 空气品质还很严重呢的被这个影响到。那么 affect 呢这边呢 is also severely affected， 就是很严重的被什么的的污染物受到影响呢？那这边讲了，就是这个 foreign， 好 ，foreign areas 就是外国的区域呢也。是呢，会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大部分呢是哪一个地区呢 ？Mainly from China。那么主要呢是在这个中国地区呢，他们呢对我们的空气品质呢，其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好，那这影响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文句的解说。These sources are both man-made and from natural environment. 好，那么这些污染源呢，它们有些呢是这个人为的因素 man-made， 那有一些啊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个环境 natural environment， 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环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From the result of Taiwan's annual air quality, we can see the degree to which foreign pollution affect Taiwan. 好，那么从这个台湾啊，每年度的 annual 就是每年度的这个空气品质来看呢，那其实呢是可以分析的出来呢，到底是哪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污染呢，在影响着台湾。好，那么后面的段落呢，就会来较进一步的说明。好，我们现在来往下看下面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Since th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network was completed in 1993, 好，这个自从1993年啊，这个空气的监测品质网络在台湾建立之后呢，好，那我们后面就往下看啊，这个网络建立之后呢，可以做什么样子样的空气监测呢？Taiwan's analytical abilities of pollution sources has greatly improved. 好，那么自从这样的一个网络建立之后呢，台湾监测空气品质的能力呢就改善了，改进了 ，improve。好，那我们看。Especially in cases where foreign air pollution invades Taiwan. 好，那么 especially 就是尤其是当这个外国的这个空气污染啊，这个侵入台湾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监测系统呢就可以发挥它的效应。那我们看到 invade 就是有侵袭、侵入这样的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往下看，看一下外国的这个空气呢，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台湾的这个空气品质。好，我们看 the source and climate conditions of East Asian dust storm. 好，那这个就是东亚洲的这个沙尘暴啊，那它的这个来源以及它的这个气候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往下看。The desert regions of northwest China totals nearly 600,0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is mainly located at latitude 35 degrees north and longitude 125 degrees west in the region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 along with the Mongolian region. 好，那他这边呢就提到就是说呢，在这个西北的中国啊，那么有一大片的这样的一个沙漠区域 desert regions， 那么这个占地差不多呢是60万平方公里这么样一个广大的沙漠区域，那这样子的一个沙漠区域呢，还有大概呢是在这个北纬30度呢西经125度这样子一个地方。好，那这样子的这个中国西北部这么广大的这个沙漠区域呢，他们呢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几乎呢就是已经涵盖了到了这个蒙古地方的那样子的一大片的这个沙漠地带。好，我们再往下看。
which include Xinjiang, Gansu, Inner Mongolia, Mongolia, and other regions. 我们刚刚说啊，就是已经接近的这个蒙古区域、蒙古地带，那么也包含了这个新疆省、甘肃省，还有内蒙古啊，还有外蒙古以及其他的这个区域。好，所以这个是相当大的一片广大的这个沙漠地带。好，我们再往下看。The annual rainfall in this region is consistently below 400 mm, and our seasonal division is highly uneven. 好，那么这一大片的这样子的沙漠区域呢，它们的这个年雨量啊 ，annual rainfall 呢，年雨量是相当少的，是少于这个400 mm。然后呢，它们这个季节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区分呢，其实呢也是相当不明显的，相当不平均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呢，这一大片的这个沙漠区域啊 ，This is the main source of a dust storm that occurs in East Asia。好，那它就说明了这一大片的这个沙漠区域呢，可以说啊是这个东亚造成沙尘暴呢很重要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跟来源的 main source。好，我们来往下看 ，Winter and Spring。好 ，Winter and Spring。Are the main periods where dust storms occur? 好，那么在这个冬季、春季啊，像这样子交际的时候呢，其实呢是这个沙尘暴呢这个发生最常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好，我们想一下看 ，especially from the months of March to May, which account for 60% of dust storm per year. 好，那么尤其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啊，那么发生的沙尘暴的几率呢，含概率大概是60%以上。好，我们再往下看 ，the numbers of dust storm that occur annually are not uniform. 不过呢，这个每一年啊 ，annually 每一年呢会发生的这个沙尘暴的次数呢，不见得呢都是统一的、一致的 ，uniform 就是统一的、一致的。好 ，studies show that sand from desert region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suspended particles on the planet. 好，那么这个研究就显示啊，在我们这个on the planet 就是地球上，也就是世界上。好，那我们世界上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种悬浮颗粒呢，其实啊，可以说呢，这些沙尘暴呢是造成这种空气中悬浮颗粒最大的这个来源啊。好，那我们再看往下看 ，The Sahara Desert itself accounts for 25% of the suspended microparticles in the atmosphere。好，那这边又提到撒哈拉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呢，可以说啊，在我们这个大空气层当中呢，25%的悬浮颗粒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撒哈拉沙漠。好，往下看 ，Northwest China resides in the desert region of Central Asia, which is the runner-up in the four major desert regions in the world, ranking as Central Africa, Central Asia,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好，那么这个在西北中国，中国有西北区呢，这个一大片的这些沙漠啊，就是位于中亚洲，可以说是四大，就是世界上这个四大这个沙漠区域当中排名第二的。好，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四大这个沙漠区域是哪四大呢？就是有中非洲、中亚洲，然后呢北美洲，还有澳洲。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课的最后一段。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northwestern China's desert region greatly impacts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of East Asia. 好，那简单的说呢，因此呢，这个中国呢西北部地区这个沙漠区域呢，对我们整个东亚洲的空气品质啊，还有这个沙尘暴所造成的这样的影响呢，其实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好，那这一篇的课文呢，就为大家说明了这个我们在冬季还有春季呢，常常看到的这个沙尘暴的一个成因啊，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以及它的影响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师傅的石老师，同时呢也是这个国际新闻媒体顾问石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即将为我们解说一篇和环境环保相关的一篇文章。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把我们的课程交给石顾问。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台湾最关心的环保新闻，就是沙尘暴。英文报纸一般来说，如果要报道这样的新闻，会用一大堆比较专有名词。所以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假设，大部分的学生一定在英文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程度已经好一点，第二个会主动的就查字典，把上次先搞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新闻，不会把太多生词就谈，反而就是会谈第一个，可能你会查字典而查不到的词汇；第二个就是一些用词的困难。好，那我们先看这个标题 ：Huge sandstorm hits Taiwan。这个是很清楚的，不必再说明。The biggest ever sandstorm hit the whole of Taiwan yesterday, obscuring the whole island in thick dust clouds that caused air pollution and a big jump in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s in hospitals. 这个第一段一般来说在新闻报道，应该是把关键的新闻就先给读者来了解。所以第一个就是 sandstorm 这个词，沙尘暴。Sandstorm 其实是沙暴，而不是沙尘暴。不过没关系，包括在内。The whole of Taiwan 这句话的意思是全台湾，所以它所出席的地方不只是北部，而是全台湾。Obscuring the whole island in thick dust clouds， 这个应该就很清楚。To obscure 就是让一个本来透明的气就看不透，所以呢，的整个的这个全岛看不到它的样子。Causing air pollution and a big jump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s. Outpatients 就是门诊病人，所以这个特别就是强调说不是住院的病人。第二段 ，the dust storms. 哦，我们就碰到另外一个说法 ，dust storm 其实是尘暴，所以沙尘暴可以有 sandstorm 或是 dust storm. The dust storms originated from the deserts of Mongolia, 蒙古的沙漠 and began sweeping through.China's southern Xinjiang region and northern areas last week. So, 很明显是从大陆来的。They were carried east by prevailing winds and arrived in Taiwan along with a cold front yesterday. 好，那这个 sweep through 这个动词其实是比较像中文会说一个席卷的过程，所以是力量蛮大，而且很快就扫描整个的台湾。Prevailing winds 就是盛行风。第三段 ，It first hit Mazu at 2 a.m.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particulates in the air reached more than 1,000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per hour at 7 a.m. 那量词来讲的话，我就让你就查字典来确认。但是我们先谈 particulates， 这个专有名词就是颗粒物质。常常如果有沙尘暴，你会看到这个专有名词。第四段 ，The storm then continued to spread south， 所以它先从北部就蔓延到南部 ，leading to hazardous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in 23 monitoring stations across Taiwan， and very bad levels of pollution in all other stations. More than 30 stations had recorded particulate concentrations of more than 1,000 compared to under 150 normally. 所以很明显就是这个一千比一百五十正常的那个。这个幅度来讲的话，就是高几乎是八倍。The sandstorm had caused muddy rains in Yilan， 所以它就产生就有泥土下雨的情况在宜兰县。There were reports of big increases in business for car wash stations, while runner participating in the Taipei Express Marathon ran in difficult conditions and low visibility. The marathon's organizers said the air pollution was not severe enough to cancel the even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他就提了一些他所影响到的生活情况，那最后就提那个马拉松里面的最后的这个主办单位就决定还是要进行，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国际标准就是害人的那个程度。 The worst of the sandstorm was during noon in northern Taiwan. The monitoring station at Shilin recorde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of particulates with 1,724, more than 30 times normal levels.最后一段 ，The severity of the storm was further highligh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was off the charts for many of the EPA's monitoring stations. Because the EPA used different brands of devices, only some of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 could record particulate matter concentration over 1,000,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连他们的仪器没有办法来显示出来一千以上的程度。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沙尘暴 的猛烈程度。Before yesterday, the most severe sandstorm in Taiwan happened last April, in which 7 stations recorded a particulate concentration of over 1,000. 所以上次就是前一年的四月。
The air pollution brought by the sandstorm is expected to improve as the cold front weakens today, according to the EPA. However, air quality will not get back to normal before noon today at the earliest, as the sandstorm is moving slowly. For southern Taiwan, the air quality is expected to remain to be very bad level through tomorrow, the EPA said. 从这里他开始谈以后的情况。第一个，他说今天呢，就是当时的今天了，中午之前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善，但是下午以后，北部慢慢的就会离开，但是南部来讲的话，要等到第二天才会开始好。 The severe pollution brought by the sandstorm cause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going to emergency rooms yesterday to be 30% more than usual, according to hospital authorities. 所以那个医院就特别就说，去看那个门诊病人的那个人口来讲的话，增加了 30%。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of the airborne sand hanging over northern Taiwan. The hospital authorities expect most cases to be of asthma, breathing difficulties, allergies, and respiratory infections. 所以他所提出的所产生的疾病，包括气管炎啊，包括气管的困难、呼吸的困难、过敏的情况。 Most of the emergency patients yesterday complained of eye pain after riding scooters. 所以很多人就提出说眼睛不舒服。那剩下来的两段来讲的话，就是继续就谈，如果有心脏病的这个病人呢，或是特别年轻的，或是特别老的，不应该在这个情况出门。如果要出门，应该戴一个门罩，类似这样的。我们现在不再谈那个，对不起，口罩来讲的话，那最后我们先谈一些这个用词的困难。 你如果要用台湾的英文报纸来学英文的话，我要特别提醒读者，你要小心一点。你如果要了解意思，没问题。但是因为英文报纸来讲的话，如果是当地的新闻，它不见得会编到那个所谓的国际标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用词，你可能要小心一点，不要学这样的说法。比方说，他说 the sandstorm had caused muddy rains in Yilan。 Had caused 就是过去完成式，但是其实在这里应该用 caused 过去式而已。第二个他说，the most severe period was during noon， 应该说 during noon time，noon 就是12点整。第三个 ，the severity of the storm was further highlighted， 等等，其实 highlighted 这里不对，应该是 underscored。第四个 ，air pollution brought by the sandstorm is expected to improve。 Air pollution 不可能改善 ，air pollution 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现象，它只能 lessen 或是 ameliorate。最后 ，airborne sand hanging over northern Taiwan， 其实不是 sand， 而是 sand particles， 沙滩的沙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那个所谓的颗粒物质。我今天我们就是稍微看了一下一个典型的沙尘暴的新闻，希望大家从这样可以一方面就是了解到。 这个专有名词的重要性。第二个，你一定要抓到那个逻辑。最后，不要如果是当地的新闻，不要把它当做你写论文的一个模范。谢谢。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个和空气污染相关的一些词汇。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沙尘暴的这个成因以及它所造成的效应。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石富德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和环保相关的这个新闻报道以及说明。那么希望同学在本课当中都有一些收获。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